我们现在呢，这一次来韩国来住一间我们从来没有住过的，叫做 Fraser Place， 然后就是南大门的分院。这个南大门分店旁边就是南大门，怎么那么饶舌？对，旁边就是南大门了。那我们的机场巴士也就在那边下车的，就在那三个小灯灯那边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好近好近，所以我们都喜欢搭巴士。这间饭店就是我们选了好久，因为我们希望它跟地铁站也近，跟巴士也近。我们现在这个选的是在视听站旁边，那它也离像明洞或者宏大也不会太远，所以我们这次是住在江北。往那个方向走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Hotel Tong， 有没有？我们很喜欢介绍他们。对的。我们接下来也会介绍他们最近有跟很多明星合作什么的。他们也在附近哦，也很近。只是我们这次就是想说要住一些不同的，让我们的读者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体验不同的餐厅、饭店。这样子呢，你们才能就是看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可以做一些选择。其实离我们最爱的 Hotel Tong 非常的近，可是就差了一两千块。那从你的这个，从整个那个叫什么、走廊，你看得出来，这里空间也是比较大。是啊。那我们每次都想要住一些新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行李。我们来开门吧。开门超好开的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小房间。哎，怎么说它是小小房间？蛮大。我们这次是订到是多少啊？你说一个房间多少钱吗？对啊，一个晚上是2000多，3000多吗？好像3000多哎。嗯，那这个床是，如果我们不想要睡一起，是可以把它分开。可是我看旁边那个跟那个照片不一样，它没有办法动，所以我想苏敏只能跟我一起睡了。他本来想要分床的，嗯，没错，他比较无情。我都会查一下水温，进来的时候。哎，不是水温，水压还 OK。哇，感觉很强哎。还好而已。哦，还好是不是。它的水压勉强过关，不是我最爱的。我个人喜欢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子。哦。冰箱有什么东西是不是？来去看。哇。我觉得这床边做的真的是很好。哇，他好不爱赚钱哦，还是他发现其实这里东西都在过期？因为这是在明洞旁边，可能他觉得。我觉得来韩国真的没有时间吃 hotel 一顿。哦，没有，对啊，这里有。哇，没有东西耶。我很少来到 hotel 里头是没有东西。他是想要让你住久一点吧，因为他这算是比较公寓的形式。哎，这柜子好空哦。对啊，他让我们放东西耶。哎，你看他旁边有这个哎，这是音响吗？是耶，可以插手机的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插手机，插什么手机？谁的？哎，我的插不下去啊。我的也插不下去，那是插谁的啊？是 iPad？ 不是，好像不是长那样哎。对啊，请问那是什么？哇，这桌子我实在是很满意，它还有台灯耶。我们当初就是觉得说 Hotel Tong 它真的很便宜，经济实惠，我们还是很推。但因为我们是来工作的嘛，是的，我们都要坐在床上用电脑，有一点紧绷，所以我们这次就为了可以工作什么的，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台。哎，我那个买了彩妆以后，还可以在这里化妆拍。对啊，你看这个镜子好大哦，它跟这个电视一样大哎。哇，这真的是很大哎。而且我觉得这里有大到，